按说绵羊是猎狗的食物，不是老鼠。你们这些条贱命怎么配得上吃这么好的东西？可消息刚刚传到，国主最近有喜事儿，本爷让人宰了只羊来烤，算是沾沾喜气儿。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吃啊！ 俗话说，人活一口气，鬼遮半口米。吃完这顿饱饭，你就得用这条贱命好好的干活。都快谢谢干爷！谢谢干爷！谢谢干爷！敢问，国主是什么喜事啊？咱们下堂的郡主和青阳世子大婚，废什么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不吃，也可喂狗了。阿苏勒，阿苏勒。 跟百里环郡主成婚了，不是百里环郡主。这个郡主虽不是国主亲生，但国主却对她视如己出，才有了这些给你们的赏赐。是雨然郡主，当然是了，世子。 吃完赶紧干活啊！ 雨然，不可能！阿苏勒，不会的，把他给我拉回来！你想去哪儿啊你？ 跟世子结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算个什么玩意儿？世子，没准儿他们现在正在动手。郡主，可不，新婚了，不洞房干嘛呀？你想啊，我也想啊，啊！<笑>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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